为了因应新型传染病防治作为，嘉义县政府今仔日伫嘉义长庚纪念病院办理收治中等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病患的实地演练，由副馆长吴荣辉担任主席，并邀请到疾管署等等医疗先进来莅临指导。中等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是为第五类法定的传染病。为了强化长庚病院防疫作为以及处理疫情的紧急应变能力，县政府特别举办首次中等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病患实地的演习。演习点由嘉义县消防局配合执行后送就医演练，救护车、清消以及救护人员防护装备的清团演练。我们怎么来做处置？特别这个 MERS 所谓是一个传染性法定传染病啊，这个我如果没想错，应该是归类在第五类的这个传染病。那死亡率也高达这个35%，我想这是非常恐怖，这跟 SARS 我看差不多啊。万一如果这个到了我们台湾，我想这个死亡率那35%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所以透过今天的，想让各位防疫同仁啊，也能够这个了解说，万一发生了以后，我们怎么做最好的这个处置。中等呼吸症候群感染者会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通常有肺炎，部分当中会出现急性的肾衰竭、肺梗内弥漫性凝血等等的并发症。死亡率大概有35%。此类疑似病患，依照规定需要送往各县市应变病院。而嘉义长庚病院是为嘉义县指定的应变病院。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县采访报道。